有玩过叠叠乐吗？我们现在呢，在对海洋做的事，其实就有点像是在玩叠叠乐一样。那我们不断的把一些物种，就是太它有点濒临绝种的话，我们不断的把这个积木抽出来。那叠叠乐最后的结局就是会倒掉。那海洋生态系呢，其实它都是息息相关的，我们物种之间都会彼此影响。就算有些是看起来很微不足道的，可能像是海参啊或是海星，但是其实它们在生态系里面都是有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地位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如果人类任意的捕抓或者是破坏的话，其实都是会造成这个生态系的动荡，让它越变得越脆弱。那终有日的话呢，它就是会倒塌，那我们的海洋生态就会瓦解。